do you go when you want to escape from the city? You must be thinking, not in there. Well, today I will prove you wrong. Let's go in to enrich our mind and relax our body. Let's go in. The wind is blowing us in as we speak. Thomas Merton once said, art enables us to find ourselves and lose ourselv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oday we're taking you to a stylish space where you will be able to experience just that. Welcome to my humble house. Hi, Lisa, 欢迎来到韩舍。Hi, nice to meet you. 欢迎你。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的台湾的菊花茶。我还蛮喜欢喝茶，所以我觉得有在家里的感觉。太好了，那我们去参观饭店吧。Okay, 好。这是我们的空中花园，这边就有一个 garden 的感觉，是非常舒服。你们这个饭店有像这样很多这样的绿地吗？对，它其实这种建筑来讲，它是符合一个钻石等级的绿建筑，所以我们5楼到7楼都有这样的绿地的空间，它可以降低就是我们室内的温度，然后再就是说，其实这样的绿地也帮城市其实营造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态的环境，那对于整个这个城市的发展跟整个城市的线条都有一个软化的一个作用。新一区很少这样的饭店的设计。对，应该新一区来讲的话，应该是说我们是唯一一家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准备，就是说我们一个招牌的下午茶，那让你来享用。Okay, 可以来试试的。很漂亮，对，像是一个。它像是一个，其实我们有点 present 的那种 box 的感觉。对对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黑白双色的一个点心盒概念。那其实我们把这个每个就是抽屉打开的时候啊，就是个小惊喜这样。对对对，因为里面的那个甜点都非常的缤纷。你会比较推荐哪一个先开始？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品尝就是咸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的洛梨明虾沙拉，看起来很好吃哎。对，我们使用就是帝王蟹的蟹肉，然后就是拌入在洛梨沙拉里面。那上层你可以看到还有一层就是明虾部分，是特别选用澎湖的明虾做炭烤，最上面是我们的鱼子酱，整个一个风味组合起来，就是觉得说非常的鲜美，也很有层次。那甜点部分，我会特别推荐这个花生艾克力。这一款甜点的话是使用我们台湾的落花生，对，它上面就是一个花生的翻糖，然后里面内馅的话就是台湾的花生酱，拌入一个白巧克力做的内馅，你可以品尝看看。试试看，我觉得好精致，我觉得 I feel guilty 一点，因为它好漂亮。对，试看看。有没有觉得那花生的香气很浓？对，它那个 frosting 是花生的，外面有点脆脆的感觉，然后里面非常 creamy。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特别推荐，就是我们每一季都会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季节饮品。那这季节饮品的概念就是说，衍生我们整个绿色新生活这样的一个元素。其实我们就是说，使用当季的一个蔬果的元素。那看起来像 margarita， 它是蔬果吗？它是来自于一个调酒叫 margarita 的一个概念。可是我们使用的是非常新鲜的一个，就是红石榴加上凤梨，以及就是我们的洋甘菊茶。那其实整体口感来讲的话，就是说酸酸甜甜的，也很清爽，也带着一点花香的香气。非常 refreshing， 对，感觉很健康。对 ，The drinks and desserts are more than just tasty， but it also incorporates creativity in its presentation。Most importantly， they use a lot of fresh and healthy ingredients。The trick to stay young。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个饭店除了非常 green 之外，你们还有很多艺术品，对不对？是，其实你身后就有一个艺术品哦。它这个艺术品的话，它叫做自然之塔，它是一个以色列艺术家的作品。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啊，它中间是一个舞者，但是长了一个蝴蝶的翅膀，好像是一个人在飞的感觉。对，那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城市中的花园的感觉，所以我们特别将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放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使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材质叫耐候钢，它会随着时间跟气候，它的表面会有一个自然的锈化。所以它的颜色会有点变吗？它颜色会变化，所以它等于是跟大自然整个一个是同步的一个改变，这样一个结合，这样对对对，其实非常的特别，它每天颜色都不太一样，所以在阴天跟在阳光的下都会有点不一样。对对对，Encompassed by hundreds of artworks, from London artist Paul Coxish Bohask at the entrance to Italian artist Paola PV's Crazy Ball in the restaurant.To Chinese artist Yang Yongliang's The Day of Perpetual Night by the elevator, we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get in touch with our artistic side in every corner of this hotel. Not to mention that there are also beautiful artworks awaiting us in every single room. Sasha,
I feel like I'm walking through an art museum 一样，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品。对，我们特别将 Art Gallery 这个概念放到我们室内空间规划里面，你等于说我们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特别都一把艺术品要摆放的位置都一同规划。那 Luisa， 这是我们的艺术作品，叫做 The Hole， 你猜猜它大概多深？哇，看起来很深哎，好像可以直接到 B3 去停车场把这开走，不用坐电梯了。它这个作品很特别啊，它其实只有10公分的厚度哦。嗯、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呢、啊，它是用很多的 LED 灯，然后跟一个不锈钢的镜面的反射，所以会有一种无限延伸的感觉。而且它是个 illusion， 对不对？对，对嗯、而且它把它放在这个楼梯口下面，所以从楼上这样走下来的时候，嗯、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它是 ready to suck you in 的感觉。我们花了3年时间，从世界各地就是收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全馆来讲大概有近600件的作品。那我们希望说将这个艺术的概念融入到我们的空间里面，让客人就是有一种艺术及生活、生活及艺术这样的一个氛围。I'm going to indulge myself in this serene atmosphere, away from all the unsettled thoughts, away from you. Will you give me some space? Till next time.